2015年的10月8号，幸福台湾小编陈家祥现在来到整个澎湖，比较靠近北海这边的一个叫做大寮社区，这边有一个摩西分海。现在所看到就是目前下午时间从大概4:50，然后预计在5:30左右呢，摩西分海就会正式的结束了哈。现在开始慢慢的会变小，可以看到整个潮差跟潮浪的部分。